这件上衣也是我们 MIT 新款布料独家印花哦。那这块布料啊，跟大家说各地区都可以买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就是卫衣薄薄的像外衣的一个布料，所以呢你不用担心它的厚薄度没有任何的刷毛，这个呢季节可以穿很久。海外地区或者是台湾，如果有一些春天啊或者是夏天啊然后薄长的时候，你可以拉斜肩。那如果台湾今天天气比较冷，那你就把它拉平肩就好。而且它手袖都是做这种微卷边，超可爱。这个绑绳还送给大家，它其实有很多穿，它可以当一个大 T， 而且旁边帮你开两个叉，非常的可爱哦。它是一个燕麦色，配上非常亮眼的荧光橘的一个鸭子。好，那这个啊完全 oversize 哦，不用担心你的尺寸，你可不可以穿？这个啊，我觉得 CP 值很高，是因为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，你都可以穿。还有，不论你穿的是什么样的下身 ，QQ 毛短裤、长皮裤、短皮裤、牛仔裙、牛仔裤，全部都可以穿。